大家好，今天我来玩这个奥特曼传奇英雄旁边，来，福利包了。那你这个还要配音吗？不用啊，现场就有啊，就比如说现在你的都有啊。你说的是你那个主菜的吗？我是说你这个要配音吗？不用啊，咱们现在讲话的时候都录进去了。你想不想尴尬一下呢？不要。那我把这些视频全部发给你。好的，你再慢慢剪啊。然后那些小朋友说我声音好小，为啥呀？他叫我大声一点。那我要用拿那个广场舞的那个给你跳广场舞的那一个来我喊。不管片头好不好，都发给你哦，你自己去找一个哪个好一点啊、哦。啊，这一个火花精炼厂。最多只能选20个。20个，那你一个发呀，不要一次性来呀。一键收取，这一个是，你只要视频了，不要图片了。不用图片我自己截取。来升级一下，升级不了。我怎么感觉这房子好闷呐？是不是你一直在拍东西啊？拍什么东西？比如说棉被啊。不懂得，不晓得。4400个。充能核心。其实姐姐挺贤惠的，还是会煮饭。那你呢？我更喜欢我烤火鸡。老公，要不把那个放下来？你要不要帮我抽屉一个那个功能？哎，完蛋了，录下来了，不敢了。没关系，服装大厂卖的那个。哪一个？来，无限挑战。哎，50钻石的就好。是不是？你的那个镇里的服装不是倒闭了吗？没有倒闭啊，倒闭了，没有。要请，然后说倒闭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哎，怎么那么多视频？那你帮我那个，帮我下载到 U 盘给我。哪一个啊？是那个清仓大甩卖那一个吗？不是在你的，那我不是要每次都连接蓝牙？那要是我要玩手机怎么办？也可以变完了。不行，它会出声音的。比如说，别人给我打视频，别人给我打电话，但你上打楼梯。也可以，也会发出去的，没错。那我不听。那你那个 U 盘拿过来啊？拿过来。扎基来打格莫拉，不然的话又要重新弄。然后也要传到你那个 U 盘了，你 U 盘插上去就好了。你不怕被封电吗？那你今天就下午去开店了，还是要下去啊？这个欧布的技能都不知道什么名字。感觉好尴尬，你站在旁边，
啊，因为咱们现在可是在现场直播啊。哎呦，这个可你这样子，那可是赤裸裸的，不会，待会录下去好尴尬。咦，no，不能这样啊！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啊，哇，钻石，这个。我哥，不要，忘了，你看这个是这短，小的，哇，冻死我了！你不要，快讲。你看，待会这个又要费到时间了哦。要费到多长时间？不是才几分钟吗？这个现在可是7分钟啊！你把声音截掉啊！画面不可想象。来，拜拿。好像这个是戴拿重击，一下子可以秒掉。这只怪兽，那你下午还去开店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会封店吗？再来挑战一下，还有一次。剩余一次机会了，没有。跟我来。哇，这礼物也挺酷的。没有，好像攻击力比那个高啊！没有挑战机会了，你的店也被关了？没有，哦。你的店全被关了，哼！反正这个月不关，五月份也得关了。你要再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继续住到年底，让你自己在家里玩啊。好。再亏10万，啊 那不要了，那5万，不要了，那2万就好。那都是钱呢、我老公就不差钱。我差钱。艾克斯、奥特曼、银河奥特曼，怎么会是一伙呢？谁用凯撒乱舞？凯撒爆裂！不要啊，要很影响。很影响那一个的，影响哪个？很影响视觉的，现在。对对对，赶快去洗衣服。你要不要洗衣服？你挂在那边的衣服然后拿去洗。我昨天洗的衣服都，我昨天的衣服都拿下去洗了。再来一个雷霆的，哦不，雷霆试炼，来一下这个传说的佐格酱，带上维克特利，带上他们升级拿经验。
63的抽壳。我以前是一招万平鸟。哦，别中大刀啊！来来，天使形态，天使形态。左哥好像有一个重力。60万金币奖励。